大家下午好，中午好，喂喂喂，今天你们那边天气怎么样？我们这边老闷热了，又闷又热，昨天下暴雨，今天没有下，但是特别的那种，对，就是那种憋着雨的感觉。乐乐，不要碰倒架子啊！大家下午好啊！下午好，下午好。嗯，香港肯定吗？啊，昨天晚上我被关在了，我半夜去丢垃圾，然后呢，谁知道没有带电话，然后也没有那个我的门禁卡突然失效了。然后进不了家，在外面关了好久，那下了很大的雨，没有办法去物业求助，我没有伞。哎呀，你们稍等一下，饭团来了，我去给他开个门，叫他把东西放在我家门口，他来送喜糖。哦，对，饭团，小夫妻，他不是结婚吗？来送喜糖。等一下，刚跑下去，喘口气。嗯，然后到。在那里犹豫了很久，怎么办？因为没有伞，哦，又没有电话，又是半夜。最后呢，想了很久，怎么好？我觉得冒雨还是比在那里等有保安出现好。就毅然决然的冒着大雨跑到那个物业去求助。后来他们就来帮我开了，啊！不过那个时候已经犹豫了一个小时，就关到快4点被关到，在外面太傻了。你好，你好，妈妈，妈，给大家看看你眼睛，他眼睛是好了，但是那个前两天放药啊什么的。脏脏的那个眼眶，他也不让弄。今天还是要，现在还是要给他吃那个吃东西，吃那个药，还有要滴眼药，滚滚眼药也要滴眼药。妈妈，你好，你好，下午好，我换一个直播架子，这个好像有点高，换一个矮一点的。打雷好啊，打雷！我现在就想让它赶快下雨，热死了。妈妈，糖糖，嗯，我把这个窗稍微开一下，好热啊，太热了。加班，糖糖，
糖怕你动都不动一下糖。嗯，小糖，小糖宝，他懒。哎呦，到处是掉的毛。小妍妍，还好吧，糖糖一直都是这个样子，没怎么变过。你们俩，你好，你好。是，最近，昨天我不是看那个波比，他家也是这么说的，就他家也是好几个猫，都是这个问题。我发现一到这个要下雨之前啊，它都还没有下，但是就准备要下雨的时候，猫就各种出问题，吐啊，然后拉肚子呀，然后眼睛有这个分泌物呀，眼睛肿啊，好几次了，都是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在进入那个梅雨的时候。小八，我先拿药来喂毛毛吧，给它上眼药，等一下。妈妈，我们到那个桌子去，好不好？妈妈，领他到那个桌子去弄吧。因为要给他戴头套，毛毛是那种，除了吃很乖，其他都很不乖的小猫，他会很凶的，不让你上药呀，不肯吃药呀，就是非常的不配合。稍等啊，转一下。乐乐，不是你吃药，不是你吃药。我先去给他冲一个那个什么，那个这个是赖氨酸粉，给它冲了。彩彩，你傻不傻？大头听到这个打开药盒的声音，他赶紧又跑来要药，要吃药。涛涛，你是不是傻？嗯？他要吃药，他冲我叫。吃药啊？嗯，药也要吃啊？太太，这也太馋了吧，发嗲。毛毛又游了，太太，他只要一听到这个药盒子，他就很主动的要吃药。对，他很想吃药。你好你好，下午好。我现在先准备好药，然后再把阿毛抱上来，因为他待会会很奔放的，你们看到他奔放的样子不要太吃惊，毕竟阿毛是一个长得好看，做什么事情都不考虑后果，会失去理智的小猫咪。这个药待会滚滚也要，他性格这方面跟滚滚真是很像的，就是暴躁起来呢真的是很难控制，他会很凶的。这个是眼药水，这个是赖氨酸，这个是吃的药，这个是钙。他已经想跑了，别跑！哎，他现在好在个子小，嘿嘿嘿，别瞎动啊，别瞎动，嘿嘿嘿。不能瞎动啊，对，哎，要
药药，先吃药药啊。这个帽，这个圈圈没有扣好，但是我不想再弄了，万一再弄了，他一个是他害怕他会跑掉，这样就可以了。吞吞吞，嗯，吞了，真乖。嗯，药药，好乖的，好乖的。嗯，好乖的，再喝一点点啊。嗯，来，张嘴嘴。到目前为止呢，都还挺顺利的，但是滴眼药是会比较困难，他真的会很抗拒。别动啊，别动。别动！完了完了完了，我的药洒了！等一下啊，我的药洒了。这个药还要给黄滚吃一点，洒了。先把它弄干，因为现在没有时间去拿布啊。我去拿布，它就要逃跑了。别动！我平常也就是这样的，就是像你们现在看到这样的，因为我也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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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动，就是只能在他眼皮先滴一滴，然后把他的眼皮就是张开，让那个水流进去。等一下等一下，喂，看，挠了我一下。给他弄药真是一个很容易被他打的事情，就这样。啊，好不高兴，不高兴，不高兴要滴呀。嗯，马上好。如果不戴头套的话，我会被挠死的。啊，马上就好，马上就好。再滴一滴，那边眼睛还没有滴好，快点。他不睁眼，只能这样了。嗯，好了好了，让那个药水流到下面去。嗯，好了，马上好。嗯，好了，去吧。啊，把我的药打翻了。到花王关了，我看一下。还剩下一点，是不是很坏？花王滚很狡猾的，我想个办法啊。嗯，先把药给它弄好。花王滚是大猫，可以吃这么大颗。啊，马上就要把这个药分成两部分。哦，把这个药吸好，要不待会儿它一脚蹬翻了就没有了。好了，我去抓花王冠。大成，大成，成，嗯，大成，大成。叫着头头的名字，抓来了花滚滚。你懂啊？嘿，深情的呼喊着大头的名字，暗戳戳的抓来了花滚滚，不能跑。好了，张嘴嘴了啊。嗯，这个很难搞的，他很难搞的。看。都像瓜蛋和大头一样爱吃药就好了，张嘴嘴。而且他如果我不小心会被他咬的，因为他很抗拒。别动，
真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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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乖啊，真乖。嗨，哎呦，啊，看到没有？他就是这样的，别动。我想想，他好像是要揪着脖子，他才愿意的。嗯，别动了啊！我现在是一只手揪着他的那个脖子，就是猫咪的那个穴位，揪着脖子。哎呀，你怎么像个神经病？嗯，一惊一乍的，别动，只能把你提起来了。你这样的话不乖。哎哎。哎，那好了好了好了，滴一下药药就好了，是不是啊？是不是？哎呀，嗯嗯嗯，好好好好好好好，只能来硬的了。嗯，他揪住他这个后颈皮，他就会好一些。好了，赶紧跑了。哎呀，又完成了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啊！然后我又付出了代价，这是花滚挠的，看不见啊，这个没有办法对焦。这里阿毛挠的不出血，只是有一个印子，换我挠的出血了。我消毒一下，别动。哎呀，跑的到处都是毛，谁在床底下？哇，牛牛，妞妞，妞妞不害怕啊，妞妞眼睛不肿了。妞妞前两天其实也有一点眼睛的问题，但是后来没事了。她跟小宝都是有一点打喷嚏，在消毒呢。那黄滚咬，黄滚抓的。阿毛挠的没事，只是有一个小印子。小熊，熊熊，牛牛不用，牛牛眼睛没有肿，牛牛前几天是牙疼，就是当时他是牙很疼，所以精神不好，然后抵抗能力可能低，眼睛就肿了。牛牛已经好很多了，哦，基本上没有问题了。熊熊。熊在盒子里，想想不怕了，已经知道没有他什么事了。猫的这种，就是你不是当成一种行为模式去每天给他重复的话，他过一下他就忘了的，他不会就是总记得这个事情。虽然他记仇啊，但是也有一点时间段的，人家又不傻，一直记着。乐干嘛？乐以为是吃的吗？那你闻一下。马上走了，你知道为什么？因为这个包包就是他以前打针用的那个酒精棉球。我比较懒，我就用一个药袋子把这个棉球全部塞里面，然后把酒精倒进去，然后捏捏捏。然后这个棉球就很均匀的有酒精了，这样每次用的时候就拿一个出来就可以。我给他一闻，他闻到那个味道了，赶紧跑了。那打不打针针？打吗？哎呦哎呦，那个眼睛鼻子皱巴巴的。
等一下下啊，乖乖。等一下，我把这个手消毒好，还在出血。想吃是吗？乐乐，乐，你想吃是吗？他来闻我的手。嗯，这个不是吃的。我刚才准备干嘛的？我给忘了。这几天真是没有脑子啊。我把这个清理一下，地上好脏，刚才弄的。全是毛呀，怎么清理都不行，得吸尘才可以。直播完了再弄吧。哒哒，他在想玩玩具是吧？嗯，奶糖。电池怎么办呢？玩不了，啊？哦，带去医院看呀，带去医院看才知道是不是结膜炎呢？万一不是呢？没有电池，没有电池怎么办呢？玩不了。哼哼，刚才说猫结膜炎的那位，你最好领猫去医院再重新检查一下，因为如果是外伤性的那个。如果他的眼睛是因为外伤的问题耽误的久了，会有问题的，因为他眼睛肿呀、流眼泪不一定都是结膜炎，如果是病毒性的或者是其他的问题，你还是领去医院去看一下吧。对呀，这不叫拿了别人的手软吗？我这不是吃了别人的东西腿软了吗？就认怂啦，没有办法，谁让我馋呢？一个不小心就中了他的奸计，敌人太狡猾，完全没有那个，以我的精力还没有办法对付他。下次我就知道了怎么去去应对这种局面。第一件事，在家要吃得很饱。第二个，要把嘴封起来。不让自己吃，能说话但是不能吃东西的那种。他手在那里玩，哎呀，我找死了，他没找着那个电池。原来有很多电池呢，就你不用的时候呢，你总能看到它，然后到你想用它的时候呢，你就再也找不着了。
不拍了吧，每个人都拍过了，再去拍这个就没意思了。前几天不拍是因为猫不舒服嘛。它不舒服，你得让它就是更舒服一点。它不舒服的时候呀，它就喵喵的来叫，一直让你抱它。像这种如果是要有两个人的话，它就可以拍一下。像猫不舒服的时候，它真的是很没精神头，然后它总是想要你抱它，就无缘无故的一直叫，那它肯定就是有需求的。你抱它就好了，它就有安全感了。那种没有办法去，就不想去，就是让它折腾。还有一个是我没有时间，因为要照顾它的话还有其他的事情，还要剪视频，我就没有时间拍了，就没有拍。别人拍的很好呀，比我拍的好多了。对，但是后来我又见过那个电池了，但是后来又不见了。所以我说你不想找它的时候呢，它总是会出现，可是你想找它的时候呢，你就永远不知道它在哪。众筹电池，舍不得离开这个东西，看它没有电池我们也能玩的。小棒也来了，丢呦呦呦！你们先玩一下，我再找一次。我现在在回忆里，我一边跟你们在聊天，我一边在回忆里来回忆，到底我上次是在哪看到了这个电池呢？啊，脑子坏了，年纪大了。他就在那里等，他都不愿意走。看，可爱吗？我再去隔壁翻一下。
失望而归，还是没有。给他们玩一个新的东西吧。我发现了一个玩具，一个新的玩具。好，我们来拆玩具啊。哦，我是一个傻子。这个我刚翻东西的时候翻到的，不知道为什么没有送人，应该会喜欢吧。看上去很简单，不过我还是先不要吹牛逼的好。我每次说很简单的时候都得弄上几个小时。阿妈来看说明书，快点来啦。那看看讲什么，讲什么啦？嗯，不是上过学了吧？那妞妞看，妞妞看，近视眼嘛，凑这么近。那圆圆看一下说明书。白交学费了啊！看上去是一个帐篷。嗯，这是最后的样子。哦，要先把这个管这么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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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么接，这么接，这么接，然后再把笼子套进去。哦，显然这块布是要到最后才用到的。好，那在线拼管子。我感觉我有一点不想挑战了，因为这将会让我的智商暴露在你们的眼前。以前你们可能会觉得我还是有点聪明了，但是如果经过这一次的话呢，可能就能看到我智商的真实的情况。哇，我看到这些我头就大了，已经头大了。我感觉还有，哦，这里。小宝吓坏了吧，小宝。我看长的是 D， 短的是 E， 那要先把短的分出来。这个是短的，你们可以尽情的嘲笑我了。哇，短的为什么这么多呢？你看他很认真啊。妈妈，你帮一下奶奶呗。妈妈，帮不帮？都很认真，每个猫都在很认真，但是就没有一个动手。嗯。现在分好了，来，妞妞妞妞妞妞，这个该怎么弄？怎么弄？妞妞，妞妞去学说明书去了，来，奶奶看一下。它应该有一个转弯的管子，什么样的？我看一下啊，应该是有一个弧形的。咦，怎么感觉不对了呢？第一步。一个长的，一个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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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一个长的。这第一步就错了嘛？你们看我做这个会不会很无聊啊？不过你们可以看猫玩呀。其实我觉得这个时候呢，猫是最可爱的，因为他们会来很管闲事，来看你干这个活。来监督你做的好不好。
牛牛来了，牛牛，你来帮妈妈好吧？嗯，哎呦，小宝走个路就把你吓成这样，嗯，你这么幼，一点用都没有，嗯啊，那。是吗？极有可能。我觉得你们现在很多人都学聪明了，对，对我已经有一个很基础的认识了，很难再骗到你们了。不过怎么我也得争口气吧，对吧？这个时候呢，如果拍视频的话呢，这个视频都是比较好看的，因为猫一皮起来就很可爱。我是最喜欢在装新玩具啊什么时候拍视频了。喂喂喂，好像挺顺利的。哇，快给我点个赞，第一步弄好了。小宝这个不能吃呢，小宝你要愿意吃这个宝那就太好了，这个是塑料的，不值钱。这是谁送我的我都忘了。第一步就安装完成，到第二步上面插管，六个管，嘿，嘿，妞妞你不来帮一下吗？妞妞，嗯。来啦，你们平时看我那个装玩具啊开箱的视频就是这么拍出来的，只不过那个时候呢通常是会有两个相机，就一个会拿在我的手里，有时候拍一下他们可爱的样子，就是手动拿一下，有时候呢就是放远一点看一个全部的安装的过程，就是那样视频就是那样拍出来的。因为安装的时候他们真的是很可爱，会比较好奇，然后又会来捣乱，看他很会看说明书的样子。那你帮我装呀宝宝。嗯，拔拔皮。现在装到第三步了，第三步是这个是什么东西啊？是要把第一步第二步要装一个好像布一样的东西，等一下啊，我找一下这一块布在哪。宝宝来宝宝来宝宝来，往这里，这一块，难道是要套进去的吗？天哪，看一下啊，我没看懂。哦，懂了，在这个布里面插上这些管儿，这些，然后最后把它装在刚才我们装好的这个地方，好像也蛮容易的嘛。又开始了啊，又开始吹。长的长的长的，其他都是短的，懂了。咦，那怎么还多了一条长的呢？我什么都不怕，我就怕多出来了。零件了，多出来零件是最恐怖的事情。哦，我懂了，中间，因为中间有一个位置需要长的。咦，怼不进去。妈妈，妈。
小牛帮，牛爸爸。第二步目前也很顺利。哦，要一个四通的管子，四通的管子，这个。觉得自己棒棒的，哎呦，鹿宝吓了一跳，哎，看到没有，视频里的真实情况现在都在发生着，视频里你们经常看到的那种安装的时候发生的各种突发事件现在都在真实的发生着。我研究一下这个管子怎么装，这样的吗？哦，对，对呀，所以啊，猫咪你想去安排它干什么？比如说我们在拍视频的同时，你想，有些人认为你猫你摆拍什么或者怎么样，你没有办法做到这种事情了。就是他如果是不这么去干的话，你想让他这么去干，就会像刚才我的那个遭到的报应一样，你会见血的，你会有血的教训告诉你这是不现实的事，所以想想就算了。乐乐，乐乐，乐乐，唐宝宝，远远的看着，第二道程序马上就要好了。我现在是在装最后一条瓜，不知道听到谁在打架的声音，又开始沉默。沉默并不代表什么。那首歌怎么唱？很流行的一首。哎呦，哇！再一次感觉到自己棒棒的，看到没有？是不是很棒？就差一条管中间的，等一下我研究一下怎么弄。哦，下边一条，上边一条。这差哪去呢？这个没看懂呀。上面要缠一条。好像是这样的吧，看一下。马上就要好了，随着那个配件越来越少，离成功也就越来越近了。但是往往呢，那种意外发生，就是最后要全部拆掉重装，都是在最后那个配件多出来了以后，你才能发现这个问题。咦？
怎么多出来了呢？然后等你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左右都找不到答案，最后只能全部重新拆掉再来一遍。为什么我知道呢？因为我是一个有故事的李小姐，而且还有很多故事，关于安装的故事。等一下，最后一下，怼不进去了，因为没有那个太多余富余的角度。好了，好像是真的好了嘞，我是在安慰自己。最后一根管现在是。我现在多一条这个管，我再研究一下，它是在哪？他说的是在这个中间。乐乐可能在阳台，还没有好呢。还没有好呢。咦，怎么在这里遇见你了？你好呀。哎，小宝打毛，马上就好了，来，先下去，宝宝，快点，他不肯下去了。宝，这两个在打架，还没有好呢。不吃这个能吃吗？把这条管装进去就好了。完了，现在真的装不进去了。我刚才为什么不先装了呢？真是的。所以啊，我说我也是一个有故事的李小姐，然后故事现在就已经发生了，现在装不进去了。我看我要拆掉哪一个才能把它装进去？拆掉这个。哎，好了，我还是很努力的。然后现在是最后一个，总是最难装了，因为已经没有什么余地了，就是你得。活活的给它掰进去。哎呀，我怀疑这个地方不够紧，等一下啊。哎，好了，现在应该可以了。对 ，OK。好了，现在做的是要把这两个东西把它。合并起来，就刚才把这个一笼和二笼合并起来。手为什么会抱青筋呢？因为你一直垂着，就是一直把它垂着，肯定会抱嘛。你把它举起来，它就不会抱了呀，它就白白嫩嫩的了，是不是？你把它一放下去，首先手充血了，皮肤就不好看了，然后还会抱青筋。好，现在到了把它拼在刚才那个上面的那一步。这个地方好像是错的，这个地方，你看这个样子的，好像我装反了。再看一眼，它应该是一个 T 字形。这里重装一下就好了。阿毛，好管闲事啊！又打，把它改成 T 字形。哎呀，就是装有时候还不是最难的事情，就是改是最难的事情。哦，这样才对。我也不清楚，待会儿这两个头有什么用，反正它是这么指示的图纸。
走开，走开，通通走开。为什么呢？我装的时候明明很轻松。可以吗？这样的 OK 了。啊，把它装在一起。现在是考验我耐心的时候，因为这个管每个都要对齐才能往下按。阿毛走，阿毛走。程序员，你不是工程师，你是程序员，你光想就好了啊！不要来弄，走开，走开。好了。在你的见证下就已经弄好了，现在就差最后一步了。啊，看到没有，棒不棒，厉害吧？对，你可以走开吗？啊，想玩的话就要走开，快点，这个不拍你又去搞水了，肯定又是去搞水了，尾巴湿湿的，走开，走。好了，现在看最后一步，把这两个 F 和 G 装在一起，然后插在那个上面，就 OK 了。然后就把这个架子翻过去，然后就把这个布装上去就可以了。看上去还是不敢吹牛，还是先别吹吧，弄好了再吹。把这两个管子接起来，然后就放在刚才装好的地方。看，小猫咪已经来了，你们可爱的小猫咪已经来啦，已经开始。哎，小宝，你又打妞妞，嘿嘿嘿，已经开始占地盘了。哎，哇，这个感觉怎么这么难呢？就是很要力气的感觉。为什么只有两个？哦，还有两个。牛牛其实也很想玩的，但是他有自控能力，他忍着。哦，是这样的。嘿嘿嘿，傻子。待会就要到见证奇迹的时候了。咦，怎么不对呢？一根管呢？咦，真的还差一个。不会吧，请不要这样对我。哦，这里，我以为呢装完了才发现少一条管的话我会很痛苦的，就是那种打到最后没有 boss 的感觉。我家这里的那个鸟叫声，马上就好了。
现在我要做的是把这些棍子全部都使劲的往里怼一遍，因为我刚才怕要拆，没敢把它怼到位。现在就对自己的技术还是有一定的认知的嘛，虽然一直在自夸，但是我还是有一点认知的。那，目前呢就是真的好了，现在就要装上。对，小宝已经在玩了。哎，现在就是要把那个外壳装上就好了。我找一个高的架子来啊，这个架子好像有一点低，不过也可以看，这么看吧，就直一点看，远一点看。我研究一下这个怎么装啊。好像是要把这个架子翻下去，它上面写的是，小宝，你能起来一下吗？小宝，对，小宝他已经就是不愿意下来了。小宝，别墅还没好呢，还没好呢，快点，你先下去让奶奶来装，快点。我都没看明白这个东西是怎么回事。这样了，太好了。怎么总感觉哪儿不对劲呢？这个布怎么看都好像是不对劲的。等一会儿，看一下。红色的这个是在两侧，红色的在两侧。这里又是怎么回事呢？哎呀，没看懂呀，怎么办？拉开看看是怎么回事。哦，懂了，那是一个底部。好了，把底部的拉链拉起来，把那个上面的粘起来就 OK 了。哇，准备可以玩啦。
把这些脚给它对齐，然后拉链拉起来。见证奇迹的时刻来临了。是不是没想到有这个时刻呀？嗯，穿好了，已经穿好了。它其实没有这么复杂，只不过是不太认识这个东西。对对，这里它是有那个的，有这个叫什么？有这个魔术贴的，就是你说的穿管子的地方，它是有魔术贴的。然后就用魔术贴贴好就行了。看，小宝在里面。啊？谁来？猫咪就喜欢这种迷宫一样的东西，就是越复杂它越喜欢。但是呢，这个就很考主人的智商了。好啦，已经好啦。里面呀，里面待个四五个、六七个没有问题的。我往里面丢一个玩具啊，要不他们现在因为等了太久了，都已经有点失望了。不要求笑，妈妈，妈。我叫他，他一边哼一边往这里来。妈妈，那我丢一个啊，丢到那里面去啊，嘿，进去了。妈妈，妈，发现好玩的了，你看，刚才是没有发现这个地方好玩。还不错，我刚才看了一下，刚好是从装开始到装完是装了47分钟吧，好像是，还不错，在我的记录中来讲，这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时间。哎呦，小严，妈妈，哎呦，小严也疯了，来呀。他玩一下，他就会发现这个笼子的好处。哎呦，小妞也疯了，小妞，妞妞，妞爸爸，妞妞，妈妈，妈妈，有来呀，其实有在呀，那，糖糖，大糖。小云被这个吓了一跳，你个傻傻的。看到妞妞在暗中观察吗？哎哎，打架。糖糖在那个，糖糖在这个下面，糖糖也在的。小宝好可爱啊，躲在那里。毛。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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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可能还不知道怎么上二楼。哎呦哎呦，小严自己就玩了很哦，拿球球给奶奶，他拿来给我了。妈妈，那放进去啊，妈妈你看好了呢，嘿，
哎呀哎呀，没扔进去，我想扔到二楼去了。重新弄一次。大头来了，太太。我来引阿玛，你看他在航空箱玩得很开心。其实两个箱子本来都是打开的，不知道谁给他弄又关起来了。小芳，我把他的球来了呢，来了，都来了。哦，球弄进去了是吧？哎呦，谁让你呢？根本就不在里面好吗？你骗我。他刚才叫了一声，你猜他要叫我干嘛？他要我给他开这个箱子。给他开了，他就跑进去了。他以为他的球在里面，但是没有呀，我找了，没有在里面。好傻的。好了，乐乐来了。现在是大型的验货的现场。小宝好那个，他不让乐乐去弄。来，奶奶找你丢到哪里去了？你把球球丢到哪里去了？都没有在这里。我看一下你扔哪里去了。这里呀，傻子阿毛，妈妈，那这里呀。嘿，我扔到二楼去了，看他要不要上去。看乐乐，乐乐这个大屁屁。哎呀，到二楼有猫了，现在。小熊还没有进来，小熊。乐乐在隔着那个一二楼的那个地板在跟小宝打架，看到吗？好傻。这个应该拍一个视频的，在打架。你们今天看到了，应该就是一个没有剪辑过的视频，就是平常如果我是装玩具的话，就是这么拍，然后再通过剪辑呀、加快啊、拍一些重要的呀，然后把它弄成10分钟给你们看。垮不是更好吗？你不是可以现场看翻车吗？从这头打到那头。不知道呀，这个也不是我买的，也是别人送的。对，估计这个天花板和地板，这个一楼的天花板和二楼的地板就玩不了多久。乐啊乐，只有刀光剑影。小宝翻车，一个轮子已经跑到了悬崖边上去了，然后直接就刹车，要不刚才就要出事故了已经。他现在搞得人家都没有办法玩了，都在看着，人家都没有办法玩了，他俩在打架。你看圆圆也是在看着。大头那个眼神，躲在那个角落里看，因为他们在打架呀。这还有两个猫，那边的那个墙已经，那边的墙已经破损了一块了，但因为那个墙的作用不是很大，所以还好，无所谓。要用那个双面胶粘一下，不是要用那个魔术贴粘一下才行。我判断乐乐要从那个口冲进来了。等会儿，哎，你看，刚好把小阿毛抓住了。滚滚没有走呀，滚滚刚才我不是还才喂他吃药来着吗？妞妞来呀，妞妞。妞妞，阿毛，好好好，阿毛玩球，阿毛又把球掉来给我了。
来了，阿妈已经不想玩这个了。来了，嗯，第二个奶奶，哎呦哎呦哎呦呦，好乖。再来啊，去接啊，毛毛，看他叼两个球，咦，哦，去了。我老喜欢看他叼球了，好可爱的，看叼在嘴里。那来了，球呢都掉了。这回是真掉了个球啊，赶快去捡。去啊去啊。这两个还在犯傻。敌不动我不动。对，他没有拿，他懒呀。妞妞来了。开始了，感觉妞妞现在是长大了。妞妞，嗯，进去玩了，妞妞，换过来了，快玩一会儿，待会儿就吃饭饭了。妞吧。翻滚进去了，估计这两个要来一场战争了。本来他俩就不对付，看乐乐发现了，受到了死亡威胁。这个弟弟，看他，哎哎哎，一场混战。弟弟的穿墙手直接是从墙里面妈咪妈咪哄就穿出来了，然后又收回去了。小朋友来了，7:30直播是在微博，B 站是下午3:30直播，但是因为我今天忙不过来，所以就临时又变成了快4:00的时候才播的。你想多了，大头他不敢打，他哪有不敢打的？看这两个，他前几天不是还打了吗？我不是才那个拍过那个小视频吗？滚滚在玩盒子，你看他还是要来，不让他玩盒子，不玩啦，嗯？怎么出来了呢？乐乐已经出来了，母女俩不知道会不会打。文文，现在到滚滚在玩。坏蛋又来了，坏蛋，进去了，乐乐进去。他想上二楼，可能他又没有对自己又没有信心，看了半天还是放弃了。换过很不安全呀，在里面。你看大头在干嘛？太淘。这个吊床啊，它就是大头给睡坏了，其实其他地方都没有坏，就是中间那个垫子，因为它吊床是靠4个角吊起来了嘛，然后大头他总睡这个地方，那个垫子就坏掉了，就是活生生给它吊坏了，上面那个棉垫坏了，下面那个帆布垫没有坏，所以这次搬家呢，我就把这个垫子给换掉就可以了，换一个新的垫子，新的垫子也要180多吧，好像。哦，不过已经买好了。哎，乐乐，他追着幻滚去打架去了。我把他的球球给他丢进去，好吗？丢到二楼。
看他怎么玩。幼儿园一半又来了。他好傻呀，他不知道从那个地方钻上二楼去。他用爪子一直在顶那个球。我刚想给你们看，牛牛自己钻进去那个航空箱去睡觉去了，然后他就被小毛毛吓了一跳。牛牛，牛吧，牛吧，你也去啊，你也去玩去啊。哦，阿毛发现了二楼的秘密，猫咪还是挺聪明的，他知道在二楼了，但他不知道从哪儿进去。他没有找到入口。毛毛，跳啊，跳上去啊！妈，跳上去啊！我来给他解释一下。那毛毛，毛毛这里啊。那妈，嘿，看到了。哦，你上去啊，上去啊。谁在外面打架？对，像我发现这个红色这个墙，如果是保险一点的话，应该用针把它给它缝起来，就是在装好了以后用针把它缝好。要不这样的话，一下它那个魔术贴就散掉了。不过这也是别人的问题，我们家猫多呀，这是我的问题。啊，来了来了，哎呀，别人家的猫少，可能就不存在，这个就不是问题了。小牛，小牛。小巴，这个魔术贴两侧的这个墙都已经坏掉了。哦，没有淘宝店，我不卖东西，没有这么多精力。如果说非要做一个生意的话，我可能觉得研发一个东西，就是去设计一个东西，比如从猫喜爱的角度去设计一个猫砂盆呀，或者是去设计一个猫喜欢的玩具啊，我反而觉得会比去做这种销售，我觉得会好玩一些吧。小熊现在是很想玩了，看一下它。他又不肯进来，他看到我坐在这里。乐乐来，乐乐啊，乐乐啊，阿毛叼到球啊，妈妈，铲猫砂，你家很多猫吗？比我家猫还多吗？奶猫怎么会有很多屎呢？我家五六只猫的奶猫的时候也没有像你说的这么严重啊。哦，七个奶猫，小猫的屎哪有什么多的呀？就像牙膏一样，一条。妞妞来，妞妞，乐乐跟
花王滚在那个阳光房打架，在外面打架，他把那个门堵住了，他不让花王滚出来。滚滚，滚滚，坏猫，滚滚。毛毛，阿毛其实又是那个要洗澡的样子，脏脏的。不过他是因为前几天这个眼睛生病了嘛，你看滴了眼药水之后，他就显得很可怜的样子，眼睛都变双了。其实是因为那个眼药水沾到了他的眼睛周围，那个毛就弄成一团一团的，看上去就很可怜的样子。其实并没有。不想给他擦，就不擦了，就这样吧。来，球球来，球球。我给他准备吃的吧。先把小宝的墙修好。啊？进来了。进去玩了。乐干嘛？啊，我要跟去跟小豹打架去了。对，糖糖在玩鱼。圆圆一直在周围走来走去，小圆，你进去玩呀，小圆。圆，啊，毛毛进去玩，进来，进来。我看乐乐又有一点不怀好意的样子。阿毛自从知道了这个二楼的存在，就开始频频的跑二楼。那两个小的在打架。你在跟谁打架？他俩其实看不见，因为中间隔了一个天花板嘛，他看不见的，以为是怪物。小宝，那个是拉链，你把拉链拉坏了，它就垮了。呆子。露露去，露宝宝要玩了，露吧。好了，现在是女魔头来了，乐乐被吓到了，看到了魔力没有？看到了怒怒的这个名字的来源没有？直接后面被踹掉一个，前面被打走一个。妞妞在阳台。可能跟花王滚皮的就是妞妞吧，这两个男的就在旁边看着，也不帮一下。露露，露，露在研究，走来走去的，好玩吗，爸爸？露吧，小露吧，好不好玩？好了，露露走了，那你们进去啦，进去啦。牛牛这段时间爆毛了，就是开始长毛，开始长那个过冬的毛了，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时候它长毛。玩了一下，到处都是毛。好，你们玩，奶奶去拿碗来啊，准备吃东西了。糖糖啊，我也困了。妈妈，妈妈，
俺马上要去量伤，想帮。去啊，去啊，去啊！哎哎，是我们这里离金厂有一点近。就离航线区有一点近，就像住在虹桥，你总能听到飞机，就这个，大概这个意思吧。对，因为舅舅好像现在是打困了，现在舅舅不想打架了，在睡觉。还在打。我去拿饭来。我先去拿罐头，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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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等。现在里面就只剩下一个小妞妞了，妞妞，你等奶奶开饭啊！啊，妞妞自己在玩房子，妞妞，小妞妞，嗯，然后门口是一堆等吃货。别打架，谁打架，等会儿就没有吃的。嗯，你怎么这么啰嗦啊？
什么这么啰嗦？花滚滚，我看到你到家了，皇冠。马上好啊。又违规又违章，你这个猫太坏了，花滚滚，每次都这样的。没看见吗？这打架都没有吃的，尿尿来尿尿，好好好。准备吃饭了啊。听到了，好惨的。知道了知道了，很惨。知道了啦。知道了，知道了。来啦！快吃了快吃了，糖糖来呀，糖糖，妹妹来，妹妹快来，我还是拿去给他吃吧，他在门口。小妞也在吃。乐乐啊，妹妹，牛牛没有吃，牛牛，待会我再给他吃别的，我给他留了一点。糖糖、小宝，四个洗碗工，然后妞妞，大头来了，鹿板，鹿板，来呀，头头里面有呀，你不要抢糖糖了。小妞妞吃饱了又再埋起来，妞妞
他不吃了。那姐妹俩，姐弟俩，不是兄妹俩。妞妞是一开始就在里面了的，所以她不是吃了几口，她那碗她吃了只剩下一点点了。她是别的猫还在外面的时候，她就在里面了。来，小宝吃自己的，小宝他又总是打别人的主意，想吃乐乐的。会挨打的，小宝。小宝，拿了一碗给那个牛牛吃，然后露露的，露吧，开始牛牛和小鹿宝在外面吃，然后其实小熊就在露露的后面，露露在吃的这个也是小熊喜欢吃的，待会儿露露吃完了小熊应该会去吃一下的。小熊不是很爱吃罐头。没吃饱，这边还有一碗呢。那碗原来是大头的，大头刚才没有来吃。他喜欢洗碗，就让他洗一下吧。阿毛，对，阿毛现在已经从素菜区吃到了荤菜区。然后再吃到了火锅区，反正一直的就没有停过。阿毛现在快6斤了。花冠，为什么你一直要舔碗？那边有一盘新的，你就不去吃呢？糖糖，糖糖去抢牛牛的。小熊去跟大哥一起吃去了。
他跟小熊跟大头在吃刚才露露的饭。大头其实已经吃饱了的。哎呦，花滚吃的地板都在响。花滚是很能吃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段时间它就是瘦了呢。嗯，我也搞不懂。乐乐，你吃饱了吗？乐乐，嗯，嘿嘿嘿。娜娜，阿毛就是好像他是想舔碗，单纯的想舔碗，因为那边有两碗没有吃过的，就是花滚吃的，旁边的是小妞妞吃剩的，他都没有去吃。嗯，现在小熊在吃。阿毛反正就觉得别人的好吃，不管人家吃的是什么，反正就是别人的好吃。那小熊没吃几口他就不吃了。花滚又换了一碗。花滚，要不是卖炸酱面的老板娘可能都养不起这个花滚，店里所有的碗所有的盘子都舔过了。滚滚，跑路是好事，跑路的话他对于他来讲刚好可以运动了。你看滚滚，他是一个没有原则的滚滚。是的，得补补身子了。谢谢你们送的礼物。毛毛也是又换了一个碗。你想说的是洗碗吗？谢谢你们送的辣条还有礼物。我有时候呀怕他就吃的太饱了，怕他吐，其他的倒是不担心。滚滚，我来收拾一下盘子。地上这些东西要用手捡起来，因为是湿的，一擦的话这个地就会很油了。先捡完了再擦，要不一踩家里到处都是那个油。别动。哎，谁打架啊？是谁打架啦？啊？嗯。毛毛，不要捡地上的。明明碗里有，他要去捡地上的。
们先看一会儿小圆圆，我把这个地板擦一下，太脏了。妈妈去把你吃。就剩他一个猫了，现在是。快吃快吃，他吃饱了他会不吃呢，他的食欲感觉就跟花文果很像，就是他特别比别的猫特别要能吃。嗯，现在是吃饱了的，他吃饱肯定会停的，不会就是不会吃到自己就是不行的样子。好了，玩一下，消化一下，把这个碗收过去，我去喝一口水，你们先自己看一下啊、哦。嗓子痒痒的，我就这么放着，你们看一下，我去喝口水。
怎么都跑到这边来了？大黄狗又开始了。乐兰，你的星际计划，坐着这个飞船去呢？嗯，小宝也去，小宝去跟舅舅玩去。这个是一个帐篷，应该也能说是一个猫窝吧，就是猫玩耍的。这个是我今天在直播里组装起来的一个新的猫窝。哇，地上怎么又脏了？你们去踩了什么东西？来，小宝。好玩吗，乐乐？说什么？那是一个球球，是一个，其实是一个那个玩具上面的球球，然后给他们弄下来了。这个吗？你说的是这个吗？我刚才嘴里叼着一个那个纸巾。糖糖，乐乐自己玩觉得有一点没意思。右边这个是猫窝，小兔子猫窝。这个是冬天的猫窝，他们很喜欢这个窝的。这个傻子自己在研究，每个角落去扒一下。好玩吗，乐乐？今晚你就睡这里了啊，不能跟妈妈睡了，你长大了，大孩子了。弟，糖糖来了，嗨。小宝现在在远远的看着，他就没有过来了。乐乐这个傻子，他要还没讲完。我这个解说员不太有那个预判性，不像杨老师。杨老师解说那叫一个犀利啊！我解说的话呢，总是慢一拍。看看傻子们玩耍。对，阿毛来偷塔，然后没有成功。然后现在去补血去了。毛毛去啊。毛毛的眼睛周围是那个眼药水，刚才给他滴的那个眼药水，看上去好像双眼皮的感觉。看到有一个爪子，穿墙而过的爪子。穿云手，穿墙手，妹妹来了，妹妹。看他敢不敢打妹妹。我估计他没有谁不打的。看，我的天哪，墙又给他摧了一块。是我刚才一直咳嗽，昨晚淋了雨嘛，又然后回来呢，一洗一什么一搞，真的是很大很大的雨。我们家离那个物业还很远，其实我们家有一个平常那个我嫂子他们用的一个用来代步的一个电动车，一个小的那个电动车，我不会开，
所以呢，昨天我本来是想着，刚好那个门禁卡有他那个电动车的钥匙，我要不要开那个电动车去？我想一下，我得用脚开啊，就两个脚颠着去，还不如走路了，就走去，就那么淋去了。对，现在膨胀了，它已经膨胀了，没有办法了。乐乐，就是要露露来对付它才可以。对，以前我打的那个游戏就是在联赛的时候，第一个就是要去挖矿，现在乐乐是已经就是占领了矿区。他变成了一个守矿的 NPC。 喂，没有人理他了，他现在觉得很无聊了，东张西望的，看谁要找他。大家别的猫也想去猫窝，那就打架啊。其实我们家猫窝有很多的。好，到隔壁去玩，走了走了走了，去隔壁玩一下，然后就差不多了时间。走走走走，隔壁去玩一下去，走走，妈妈也走，宝宝也走，走，通通走。他今天已经不去小房间了，因为要守他的矿。走了。陆宝想玩逗猫棒是吧？妈妈跟你玩。我陪陆宝玩一下。陆宝，呀，宝宝想玩。嗯，嘿，哎，嘿，那，哎，小宝不要路过啊，路过也会挨打的。这个时候，嘿嘿嘿嘿嘿，嗯。懒货，他真是很懒的一个大蛆，整天不是趴窗户就趴床，就是睡凳子。哎，太懒了，站起来吧。嗯，新一代的修车工。喝水去了。糖糖，糖吗？对，极其敷衍，你说的很正确。换一个，换一个羽毛的，换一个小熊，小熊那个，小熊那个不是这个，小熊的那个是头上已经没有毛了，几乎是小熊最喜欢的那个。嘿嘿嘿，陆宝喜欢带响的，他对这个鸡毛的没有什么兴趣。哎哎哎哎哎，喂，你能准确一点吗？嗯？命中率能高一点吗？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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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刘海儿，嘿嘿嘿嘿，也是我的梦想。他就是不动，你没办法。那。妹妹去看鸟去了，糖爸爸，爸，小糖爸，喝了。这个水呢，我放在这里的位，这个位置呢，是因为我给它加水的时候方便。然后这个地方刚好也有一个那个插座，但这个地方不好的是会晒到太阳，很容易长那个青苔，所以每次就是一发现稍微那个有一点点绿色出来了，就得赶紧给它清理掉。
本来是可以比如说一盆水可以喝两天，但是它因为长出那个东西你就不能让它喝。滚滚，哎，架子差点倒了，滚滚吓到了。这个是小熊的逗猫棒，秃毛的，这个是它的。哎呀哎呀，小心小心翻车啊，哎呀哎呀，哎哎，那公公本来是因为滴眼药水的时候他很不爽，得罪他了，后来吃东西，通过吃东西缓解了我们之间紧张的气氛。嘿嘿嘿，哎哎哎哎哎哎，女儿在下面等待，那小宝，哎，现在是高难度的动作，哎哎，翻车的几率很高啊，这样的话不小心就翻下去了。他很尖的，他用这个脚勾住了那个仙人掌，这样的话呢可能会不翻车，有一个支点。嘿嘿嘿，嗯，哎，哎，给小宝玩一下好不好？嗯，小宝来，这个坏蛋。他看到小宝在玩，他就想杀下去了。那，嗯，牛牛玩一下，牛牛，妈妈跟你玩啊。嗯，嘿嘿嘿，这个逗猫棒牛牛也喜欢的。你到底想玩什么？他又想玩球。哦，那玩球球吧。嗯，球呢？嘿嘿，小娘，阿玛又来了。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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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因为晒的原因所以褪色了，人家放在那个不晒的地方是没事的。嘿嘿嘿嘿，又要玩球，又要玩这个棒棒，很忙啊。那，哎呦哎呦哎呦，妞妞来，妞妞，妞妞在后面看着。哎哎，嘿，金毛谢逊，嘿嘿嘿嘿嘿嘿嘿，小牛好可爱，待会儿再给毛毛玩。因为小牛刚才都没有玩，哎呀哎呀，先让小牛散一下心。那，哟，阿玛，你到底是玩球球呢，还是想玩逗猫棒呢？那，他好像是想玩这个球，哎。那，
哦，糖糖来了。咦，糖吧。嗯，马上下，刚吃了东西，动一下。哎，呦呦呦呦。呀呀，小可爱。糖糖白的发光。呀，那那天使光环。是的，阿毛对那个球呀，他是很着迷的，不管什么球，带响的不带响的，只要能滚动的他都喜欢。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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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头晕了吧，头晕了吧，嗯，晕了没有？他的手一直都是搂抱的一个姿势。那哟哟，是啊，他好可爱呢。他特别每天晚上早上都是要搂着的那种，跟你赖床他也要跟你一起赖床，所以每次起床的视频呢，除非我开了空调在房间，要不基本上都是有他的。开了空调的话，可能只有小熊会在房间里。小熊好像不是很在意，太冷啊或者太热。哎，哎，呀，谢谢凉凉的凉姐，滚的不见了。呦呦呦呦呦，好兴奋。那毛毛可羡慕了。那你也玩呢，妈妈。双眼皮，双眼皮。哎，哎呦，哪糖来糖？小宝在睡觉了，小宝，宝宝，乔宝，会会会。好了，你睡了，我不逗你了。阿毛玩一下就。我们就要下播了。他又去给人家舔毛了，傻不傻？给逗毛棒舔毛。妈妈，妈妈，他的眼睫毛被那个眼药水弄得全部都粘在一起了，好难看现在。我将让他抬头给你们看一下，看他那个眼睛，其实已经不肿了的，就是因为我给他滴了眼药水，然后那个毛黏黏的，都舔湿了这个毛毛。那看，如果是给他一个小鸟，真的小鸟或者一个小鸡，他估计还是也会给人家舔毛的，他就是很傻的。这个是一个猫窝，其实它是我买错了，本来我是要买那个小的猫窝，但是我尺寸，我这个人对尺寸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概念，所以一买就买大了，就买成这么大的了。然后这个是狗狗用的，到时候这个会给 Rio， 然后再给他们买小的，因为他们都很喜欢这个垫子，绒绒的，采奶啊，他也喜欢在这个垫子上去采。睡觉也喜欢在这个垫子上去睡觉，所以到时候还是会买小的，但是夏天可能就先买一个吧，因为新房子那边我订了好几个那个可以放在墙角，就是放在我的床两侧的墙角的那种三角猫窝，可以落起来的，所以先看他们喜欢哪一个。如果是说那个墙角那个猫窝它本身就很喜欢了，那可能就买一两个这个垫子，要是他们不是很喜欢的话，到时候再换别的。因为他们是那种的，就是喜欢的东西也不见得有多喜欢吧，反正你要这个东西我就要这个东西，他不见得是说真的你给他了他就完了以后他就自己天天玩那个东西。猫跟小孩一样的，
只要是抢着的东西都是觉得好的。在听吗？干嘛？牛牛又叫我了，不知道他要干嘛。妞妞，妞妞今天不怎么活跃啊，妞妞。小牛要干嘛？小牛，哦，妈妈摸，摸，拍屁屁。哼哼哼的，鼻屎。我拿纸巾，等一下，手弄脏了。他还是没玩够这个，球在哪？我经常找不到这个球。好了，你打了，打这个球，打了。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差不多了。如果是闲没有看够的话，明天可以在微博去看。每周六的下午3:30会在 B 站直播，然后是周日的晚上7:30会在微博直播。B 站的回放呢，会在明天上午9:00。油管的回放呢，可能会在今天晚上，看我上传的这个时间吧，因为这个文件会很大，所以如果今天来的晚的同学，可以明天看一下这个我上传的这个录屏。然后谢谢大家在周末的时间，我们一起愉快的度过了，假期马上就要开始了，祝你们可以天天睡懒觉，不用写作业。喜欢我们的朋友还可以关注一下其他平台的离席猫，有今日头条、百度百家、企鹅号，还有爱奇艺，还有现在我去 A 站，昨天晚上呢是一个小朋友给我说，在 A 站有一个人就盗了我很多视频，几乎全部盗掉了，所以我昨天晚上就开通了 A 站，这个是为了防止被别人就是盗作品吧，还有土豆、优酷、爱奇艺，都有离席猫，还有趣头条，还有什么百度百家，还有油管，只有 B 站叫离席猫，我还没有来得及去申请这个名字的更改，还有淘宝离席猫。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差不多了，那就跟大家说拜拜啦，爱你们，么么哒。